郑医官，你找我？这阵子看到太多的人因为这场疫情而死。说心里话，我现在宁愿相信你的药方是有效的，所以我想赌一把。我已经考虑很久了，或许有一个办法能解决目前这个难局。什么办法？照道理说，你的药方目前还不能用在病人的身上。 但是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第二次开立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用药在你的孩子身上，但是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。一个？为什么只能是一个呢？既然你已经开立了，就让我给两个孩子都用药啊！我不明白一个跟两个有什么差别。如果两个孩子同时服药，我便是认可了这个药。 那样我便无法拒绝其他病人的服药要求。你要知道，你的药方有可能是对的，但也有可能是错的。如果是错的，而所有的病人又都服用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是死一万次，也不足以谢罪。可是郑医官，现在两个孩子都高烧不退，两个孩子的情况都很危急，我请求你，可不可以让我给两个孩子都？不可以。 我知道，这必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，因为这两个孩子当中，有一个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什么？只能给一个孩子用药？ 是该选小翔，娘相信你的药方。小翔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于情于理，你都应该选他。没有人会怪你，也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珍珠啊。 小小是最乖最乖的孩子，最听话了。小小勇敢一点，坚强一点，一定要真的哥哥的药效起作用。你这没有，你要知道小小最乖，你要给你唱最喜欢听的歌，好不好？小燕子，转花影。
夫人请。我不管是什么重度隔离还是轻度隔离，我今天非要见到珍珠姐。这，医官大人，孩子退烧了。啊？哦。夫人，容我先告退。哎，喂，你去哪儿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南京一群医学专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一个人居然给办到了。这个药方是有用的，这个药方可以救人，我现在决定采用这个药方医治所有的病人，如果出现任何意外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那我现在可以去给小香煎药了吗？她快熬不住了。把小香扶高一点，我陪她喝药。好，小香乖，张开嘴巴喝一口。小香，醒一醒啊！你刚不是跟娘说你难受吗？药熬好了。喝一口，喝一口就不难受了。来，张开嘴巴，喝，喝。小夏，听话，进来了，听话。你别管我，小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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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开嘴巴喝一口，要把药给熬好了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娘，你扶着他的头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是不是睡着了，小香？